家好，我赵志远，一个非常有名的探长。我今天探这个案子是历史上最重大的。说来话长了，我们请看 VCR。啊，你说我衣服丑？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喽。哟，就你说我老婆衣服丑是吧？看招，我有人护着。阿成阿成阿成，你怎么那么好看呀？哎，小狗，跟你说，你立马要去原厂，他指定有什么大病。贺俊林，能不能理理我呀？我管个避嫌呢。哎，你不理我了。不好意思，说错了，这他妈是最有病的案子。